小红薯的宝宝们，欢迎来到我今天的 Facebook。 过年在家，妈妈的手艺太好了，我就一直狂吃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这个胃口特别的好，然后就狂吃狂吃，然后现在就开始圆一点回来，圆润一点回来了。我就从家里回来，我就回了一趟北京，在家待了几天，在家就是一直有在护理自己的皮肤。如果有看过我的 Facebook， 有看过我的非常完美，就有听过我说这个，真的是女孩子们25岁之后就一定要去做好皮肤的管理。如果你懒，那你就只能丑啊，有点狠，就真的是不能懒，而且要提早做好抗老的准备。那如果在家自己做皮肤管理呢，除了你用了产品之外，一些护肤的产品之外，但是其实真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借助仪器，简单方便就可以，不用老跑美容院。我其实之前有给大家分享过我一直都有在用的一款仪器，但是那款仪器呢，就看完价格直接劝退，你说买不起啊什么的。我说确实是，我一直在寻找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仪器，所以呢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资生堂的这个肌研之光光雕双峰。你看，光雕双峰，肌研之光是资生堂旗下全新的一个科技抗老的一个品牌，它呢是提供一整套专业的抗老专案啊。就除了这一款光雕美容仪之外，它还有配有这个同样科技原理的，就这款光雕精华，它本身就是一款有抗老效果的这个精华。为什么叫光雕双峰啊？就是得两个一起使用，效果就会更加的加倍。它的流动性特别的好，你看它的质地就非常的清爽，然后它又不黏腻，使用前就一定要先把这个精华涂在脸上，先做半边脸，再做另外一半边脸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开始用这个仪器了。这个仪器它的按钮是在这里，看清楚了啊，按钮在这里，然后长按它啊，看到没有，它就会出现，这是第一档、二档、三档，它一共有三个档，然后我一般都先用一档。这款美容仪，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做过美容仪，它的操作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其实你看它就是很简单，它就一键启动，就不需要你再去调频，我想使用这个电能，我想使用什么导入，我想使用什么红光，不用，它就一键。然后它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电流，然后这样偶尔这样抓下你的皮肤再松开，抓下你的皮肤再松开，就从下到上，从里到外。哎，你看好了，滴滴滴滴滴滴，完了以后就等于说你要换另外一边脸，现在已经往上提了一些些，然后你看皮肤也是紧致了很多，然后提亮，你看现在我的皮肤是发亮的。接下来我就做另外的一边脸，也是同样的手法，往上提啦，从下往上，从里往外，做完6分钟之后，你就不用清洗，就是直接可以上乳液，然后上做最后的护肤的这个阶段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仪器啊，就是只需要6分钟，所以你早上上妆的时候和晚上睡觉前卸完妆都可以使用。之前梦了他用的时候，他就在说，他之前早上水肿的时候用就特别有效果。然后我一般如果早上化妆起得早来得及，我就用一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一般都是晚上睡觉前我一定会用，然后坚持每天使用，4周之后你就会发现效果特别的明显。哇，这边脸真的是提上去好多。永远都不要抱着说你用任何的护肤品也好，保养品也好，然后什么保健品也好，还有仪器也好，永远都不要想着说你用一次你就是马上有效果才是好的。就是我觉得美是每天每天勤奋而来的，需要去坚持的一件事情。现在我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两边做完的这个效果，这边脸是有提上去，就一定要坚持用，坚持用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提亮了，法令纹变淡了，还有你的眼角纹也变淡，鱼尾纹也变淡了。所以女孩们一定不能懒，一定不能给我懒。而且这款仪器我真的是觉得它非常的就是操作简单，操作非常易懂，就是新手完全都不用想太多，就是很容易上手。如果你没有用过仪器，我觉得这款仪器对于你来说就是非常的方便，而且时效只需要6分钟，你
连一天连个六分钟都抽空不出来给你的脸吗？那你真的是，那你就这样吧，好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 Facebook 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所有的仙女们，你们都不要懒好吗？下期见了，拜拜。